哎，讨厌的死者，对面阵容其实特别恶心。先把这杀寇给我杀了，刀锋也能死啊。上来给我来了一个350灵幻三，杀寇没带闪现，死哥也没带闪现，他们家都不闪现，我们家一个技能没交，除了咖喱奥的技能其他人没交技能。哎，婉豪交没交闪，有没有人看见，有没有兄弟看见婉豪交没交闪现？平 A 接 E， 平 A 吃药，平 A 平 A 晕我没关系，平 A 平 A 闪现，平 A 平 A 一 A 死，不用你们了，我知道了。平 A 平 A 吃药点燃，平 A 平 A。死了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嗯，1234567，可以，兵线往我们家推，回家。吃个药，零杠五了。上路结束了，婉豪还是比较难打的，目前还没有太结束，兄弟们。嗯，目前还没有太结束，我们运气不错。我说实话，刚才兵线往我们家这边推，我运气相当好了。先抽他一下，没事，让他拉，他技能放了，爬着到了。这小子也不走了，你别吃我车，他没技能，你 A 死他。哎，再退一波。回家了，对线期结束了，啊，结束了，但还没有完全结束。阿古丽太热死了。他九个兵，硬汉呢，兄弟。还在拼，没关系，我有 W。
我要收线了啊！如果你这边要找他打，我不太能找他打。收点盐，平 A E A 打法溜，死了。哎，我点盐呢？我点盐咋没了呢？哎，我为啥点盐没有啊？完了，蛤蟆掉线儿了。蛤蟆掉线儿了呀，这可咋整？蛤蟆不是国人，那应该能连上来，没关系。为啥总是先出耀光？这就跟你为什么每天都要吃饭一样。他有闪啊，等他往前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杀了。再往前一点，这不能再空线了，得快点推了。소환사가다시연결되었습니다这应该打不到。1133，我们把小饼干一卖，应该能回家出三项了。再往前走一点，省着他要不让我们回家。我们无敌了，这把三项的比较快，8分钟三项。还好他装备不是很好啊，他应该拆不了几层塔，撑死就一层。峡谷你要不要？这里头有眼儿，我给你排一手。哎呀，没有眼儿。先把这死哥杀了啊！来转起来 ，AQ， 再转，哎呦，那晚豪差一滴血，我天哪！能不能有点伤害，塞拉斯？能不能来点虚区？哇，晚豪一下收了我们800块。我
咋不用 W 躲他的 W？ 我刚才被晕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被晕了。还行，婉豪死了。好像被婉豪的 E 给拉着了，给我晕了。看来还不是那么很无敌呀、啊，兄弟们。为什么没有那么很无敌呢？先抠他一下 ，EA 平 W 掉 A 接双抠再 A， 挺肉啊，抠他一下。先插个眼来，在第二个草丛里边等他。这边他必出来，知道吧？而且他会往这里边插眼，所以我们不出去等啊，忍耐，这就看谁能忍。他现在值钱了，这300块钱我们必拿。来，直接一抽 R 点燃 W， 再抽转起来一个抽。好，他传送还交了，我们这波吃他三层塔皮。三层可能费点劲。不费劲，可以吃。下边直接把他塔给他拔了。哎，我直接探个塔得了。他应该来的没有那么太快啊，我直接把他塔摊了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直接把他一塔拔了。OK， 回家。回家出女神之泪，我们家两条小龙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那里头有眼儿，小伙子。看看这把来个什么海啊，这得水银海，这个 OK， 因为对面有沙口，所以我们得水银海。我漂亮啊 ADC， 我漂亮 ADC，哎呦，这 ADC 死了！不禁夸呀你！走，找到婉豪，再杀他一波。他不能跑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等死，刀锋可能上来了啊！别急啊，死哥敢这么玩，刀锋可能是上来了。没来啊？没来，他敢过来？你在打什么？打蛤蟆吗？哎呀！这边野区死哥敢找我们，我们先把死哥杀了啊！他应该是不敢找我们。把中路线收了，哎，开始有点小卡。呀！啊，这死哥搁野区呢。刀锋等级挺高啊，刀锋12级。
直接让他开大，知道吧？先把他大逼了，这样 ADC 就不会死。然后下波刀锋打小龙没有大招，我们直接回家。来，他没有 R， 三条龙直接我们家拿下。这就叫蝴蝶效应，明白吧？直接拿 ，Go Go， Mid No R。这 ADC 为什么直接往里冲啊？他不有闪现吗？你们这挺厉害呀、啊！我发现这波还敢跟我打，哎，十几个，给我杀！漂亮，上个板猴，快救一下，救一下！可以，这是我死。这 ADC 有问题，这 ADC 有闪现，他不跑，他往里冲。他跑了，我们家啥事没有，他还不可能换的这么多的呀，对面就是跟对面换人头不合适。他那个虚弱确实是有点致命，致命虚弱。把满豪杀了，漂亮！哎，别着急上啊，这波先不上，那沙口是个假的。先把盒都给他打了，死哥的虚区有点高，我们先撤一手。刀锋人打去了，这边中路不收，我们直接去打峡谷先锋，要抓紧时间啊，抓紧时间，让对面出来之前直接把峡谷打了。快点跟我打，这样我们家就全有，所有的东西全有。先来一个小锤子，猴哥 R 可以破河蟹的盾，是吧？谢谢啊，谢谢兄弟的提醒啊，感谢。那可真是很有用啊，你不说我都不知道。等一下啊，塞拉斯没出来呢，我们先下路收个兵。这小兵卡我，我漂亮双杀。哎呦我 ADC 秀起来了吗？ ADC 差一点啊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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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刀锋不敢飞，这直接上高地了。他俩敢守，直接杀。上高地，这沙扣什么意思？沙扣？哎，刀锋可以杀呀，给我收集了。你撤吧，兄弟。
撤，差不多，我杀个刀锋可以，其他的就无所谓了。我们这个魔切先不足啊，这168点魔切不合适。魔切先能加多少攻击力？我操，魔切加六七十呢，黑切呢？黑切加40，304，240，304，还是来个魔切吧。这魔切加的挺多呀。他都咋死的呀？盖大龙了 ，ADC 好狼啊！不能再死了，下边再死这就完了，兄弟，不能再死了。虽然他杀人杀的比较多，但是他死的也多呀。我们不着急上，哎，打他一下跑。杀了一个，爬着没死吧？来，唱歌。杀扣死没杀扣？哎呦，我杀扣没死啊？为啥杀扣没死啊？杀扣用大招挡了吗？杀扣咋没死呢？杀扣，杀扣可能用大招躲了。杀扣一杠八，他是辅助。嘎里奥过去嘲讽他，先把那死鹤杀了。对，哎呀，把小龙打了，漂亮，龙火呀，我玩呢，这不拿下兄弟们，漂亮，哎呦漂亮，我先把沙扣杀了，我把这沙扣给杀了啊，这沙扣的妹子，你沙扣，我们今天不把这沙扣杀了是肯定不行了，我发现这沙扣必须得给我死。个老沙口，能一波不能，来吧，哎不行，刀锋活了，大龙嘛，不是猜错了，我打哪个都是假的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无所谓了。快下来蛤子，快来打龙啊！先把龙打了，哎，龙一打就什么都完事儿。追，可以追。我们先杀这死哥啊！你俩还跟我还打上了，我天！没事 ，ADC 打不死我们，应该你给我练了。缓一过来，哎呀，换了，死了几个呀？二换三啊！哎，这怎么能打个二换三呢？你把那眼儿先给他排了，行不行？你干哈呢？你把眼儿排了呀？没事，他不敢上。这沙扣一看就假的，不上。哎呦啊，真沙扣啊！哎呦，他居然敢用真沙扣上来！我操，这沙扣挺狂啊！这是假沙扣了吧？黑地有闪现，沙扣太狂了！撤，兄弟，
算了，回家了。被沙口给秀了，被沙口给吸诱了。上路晚豪杀不杀？可以杀呀，这晚豪，把晚豪先杀了。晚豪3-14，哎，他们家正好跟我们家差14个人头，那14个人头都是晚豪送的。别人找着机会了。啊！哦，彪家能一波不？我看看能不能一波啊！啊！行。好，拆吧拆吧拆吧，我来拿个人头。没点上，谁手挺快呀？啊，谁的手这么快？我不管，我就拆塔了。他们这是。